我现在特别特别高兴，特别特别骄傲。我手机屏幕已经好几个月是奥运金牌了，然后今天能在脖子上挂一个，感觉就是还没有是真实的一秒钟，我感觉非常骄傲。然后能背后有这么多人在支持我，这么多朋友们，这么多粉丝们啊，让我感觉非常感动。我一直说我最大的目标不是超过其他人，是打破自己的界限，而且是希望能有更多青少年们，尤其是女孩们能接触这个运动。所以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比赛和奥运会这个这么大的平台，能有更多女孩们去敢挑战。希望大家能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感觉到，哎，艾琳能做到，那我也想挑战一下。我不想做一个偶像，我想做大家的朋友。